好，所以我们等下就吃这一只啊，这个就是我的，看到吗？全部都是我的，来，师傅。看到我身后的是什么吗？一堆龙虾，是Australia龙虾。今天我就要实现龙虾自由，因为有 Wilson 在，我永远都是龙虾自由了。你看到吗？上面这个就是小八宝，似曾相识，哪里看过的？这里没有吃过吗？我没有吃过，你找 Wilson 一下。Wilson 呢？ Wilson？ 啊，现在我们抓了龙虾去下面，你师傅帮我们抓一下去。哇！又长大只了。你吓人了，哎，哎，哎，啊！师傅你，你以为我怕吗？有，哎，所以我们等下就吃这一只啊。啊，对啊。这样我直接就给师傅啊。嗯，最怕的原来是师傅。很美哦。啊，由于这边是最顶楼，所以你坐户外哦，就可以看到全景哦，好美啊！你在干嘛？Rose， 快来抱住我后面 ，Rose。Rose， 你是不是一脚扬你下去？原来是你找了一个老公。老公？嗯。还有王，还有王嘉尔。我跟王嘉尔其实也很像，这样。小编词对象。啊，刚好就是 order 了，就是外面那只龙虾啦，配他们的招牌椰子鸡汤。肯定不像你哦。当然不像我啦。还有什么你 order 了什么你讲过了？这个就是我的，看到吗？全部都是我的。师傅，帮他介绍一下。谢谢他。刚才是像我的风范了吗？是吗？而且我鱼港不止这一桌。哇，现在我们满满一桌，全部是海鲜肉类。你看，这我们叫的是椰子鸡汤。哎，椰子鸡汤没有鸡的。啊，鸡来了，鸡来了。啊。坏了，该去。干嘛？这是 Australian lobster， 一点多啊，一点四 kg 啊。啊。哇，那个肉。哇！给谁看下那个肉？哇！这个腿放下去啊，这个头不要浪费。这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人家装盐水喝就算了。来了，我的龙虾肉来了，看到吗？对。哇！好幸福哎！世界上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那幸福谁给的？我给了。Say it out。我自己争取的，你是叫你给钱了？哇，肉超鲜的，龙虾肉就是很鲜甜嘛。这个煮了龙虾肉的椰子鸡汤，应该是特别特别的甜的，看到吗？有这个竹笋，然后还有一些嫩嫩的滑鸡肉，这些都是椰水，哇，完全就是椰香味，真的是好吃。哎，你什么事情啊？嗯。这小瘦的不知道是哎，里面有什么？这是虾肉的哈格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吃 squid， 海鲜。哦，一咬下去就是那个 squid 的香味。哇，看这海鲜品嘛，够大盘，上面一排的老虎虾，然后这鱼肉，然后放到新鲜，这是西星斑，然后这虾是比较不同的，这是高级虾，这个是加拿大的 squid 肉。哎，整条鱼虾才好卖的嘛，要。哇，果然是不用给钱的人哦，虾都特别好卖哦。啊，人家还有点人性啊！然后我叫师傅帮我切下剩下的。哦，这个大家一起吃。姐姐我要。啊，吃一个够了。够够了。哇！七星斑。几下喽？哇，你看整盘海鲜吃完上来了。要慢下吗？慢下。OK， 来开始剥虾。这个是师傅刚才调的这个酱料。放上饺子更加分了啊！除了海鲜，还点了很多料，比如讲这些小笼包、手打丸、饺子，整船的手打丸，整船的手打丸，这也是各种滑。怎么？哎，观众不要误会，很紧的。你这个过分用力了啊！师傅烤大头虾，撒上调味料，再用火枪烧一烧。哇，超惊艳的！这是烤的大头虾，给你们示范一下，刚刚师傅教我怎么吃，怎么插下去。哇，那个肉干，哇，那个肉嘛，然后直接用汤匙挖它的虾膏，看到没有？哇，点它这个酸辣酱，它这个是完美。
除了他们的招牌椰子鸡汤，也可以点他们这新推出的羊腩包，大个萝卜，羊肉。它这个是属于比较水的这个汤，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来涮火锅的。但是呢，等下我们再放那配料出来，就越煮越浓，可以有点烧味，有一点药材味。我们就点了一些肉片来做配料。羊肉煮肉都拿到。这个是蛮贴的。它膜区里面它有一堆花生，还可以点酒来配火锅哦。哎 ，Bill please。I sir, would like to be our VIP member. Any benefit for this? For members, sir, next time you can have a 50% discount and the avocado dessert also you can get 50% discount. Oh, okay. So many benefit. 想加 member 呢，你就很多好处了啊，可以 join 一 join 啊。明天再来吃过。OK。你要加呢？来，你给钱。谢谢老板。